看看新闻网。凯威正在热拍新片， Angelababy 的副业也做得有声有色。那另外呢，伏明霞为了慈善事业是重回到了公众视线，而郭富城呢则是在赛车比赛当中再下一城，以50岁的高龄又拿下了一座冠军奖杯。4月30日，杨幂以一袭果冻色礼服亮相北京。作为电影、电视、音乐多栖发展的超级劳模，如今的杨幂还能在工作之余经营爱情，因为她眼下正在和刘恺威合作拍摄电影《Hold 住爱》。不会说是因为是情侣关系，而且就会，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反而有些东西拍起来，还有工作起来的时候会相互体谅，反而是有利于工作的，互相照顾，那可能就是会大大方方的吧，然后互相的关心也不用躲躲藏藏的，滴滴水啊，擦擦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